高雄爱河端午国际龙舟嘉年华即将在6月8号登场，市长陈其迈巡鼓礼为龙舟点睛，一旁的点睛官没错，就是台钢雄鹰啦啦队女神岸之萱。特别代表市政府，特别欢迎我们岸之萱能够住在高雄，享受高雄的天气，还有高雄人的热情。欢迎岸之萱高雄定居，市长还献上了特制的艾草香包，是趋吉避凶啦。对，大家好，我是高雄人岸之萱。展现高雄的热情，献上小鸭水果冰消暑之外，市长还与最强外挂岸之萱一同挑战空气滑降。3、2、1，凤凰山的这个飞龙在天啊，那同时也有很多包括亲子啊，还有这个国际的这个外馆的各单位啊，也都组队来参加比赛。6月8号到10号在爱河登场的龙舟赛精彩可期，市长邀请全国民众到高雄享受端午假期。TVBS 新闻艾昭贤高雄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